我覺得我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了。首先不要說煮嘢食啦，即係呢個去倫敦讀南大的經歷已經是對我嚟講係好大嘅唔同，因為我其實係從來都冇試過去外國讀書嘅一個人，咁又叫做開闊咗視野啦，多咗好多朋友啦，多咗好多經歷，所以我出咗本書叫《南大成長日記》，即係自己成長咗好多。對我嚟講，唱歌係一路一路改變緊我嘅待人處事啦，改變緊我嘅性格啦。以前我好怕俾人點望，好怕俾人知道我中意唱歌，好驚人哋點睇嘅性格咧，去到今日冇得走，因為我成日都要對住人。其實做時裝設計，即本身做設計師咧，其實我哋好容易喺一啲好平凡嘅嘢上面揾到一啲好值得欣賞或者覺得好靚嘅地方。本身電影就存在住同觀眾溝通啦，同觀眾共鳴啦，同埋連結人嘅作用。咁我覺得健身運動都當然令我生活更加精彩啦，因為我嘅先生咧都係喺健身室入邊認識嘅，又一齊做 gym 同拍拖啦，又自己都好中意呢個運動，咁所以就依份比唔比賽，我都會繼續中意玩健身。他教會了我堅強，教會了我要堅持。可以更早的比同龄的人要提前进入社会，然后提前成长。